各位好，我是老片先生，欢迎来到先生解说啊。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街霸的大师剧。好，那有一批那个16强啊，对两批小松联，那我们看一下选择的角色啊，依旧是赖皮森啊，库森，赖皮森，和和长老，对两批熊老奶，毛熊奶。苏联对16强的话，我觉得从象棋上啊，如果说能晋升的话，长老绝对是顶不住对方的三板斧啊。但是，一旦你被压板边的话，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哦。啊，打了一个后手，同时左脸啊，啊，也就是相继左脸。晋升，好了，晋升了，摸头杀，跑不了了啊！只要一晋升就完了。看到的后性吗？一掌夺冠，你怕不怕？啊，论发型的重要性啊！开玩笑，墨西哥永远是那么强大，比光头还狠。来，好，刚刚一个轻抗，戳到了神僧的气门。起身，神僧进退维谷，喂，你给我起飞就毙。好，再摸头死。这把的话，小苏联集中出了五分的实力。看一下下一把，好，也就是布谷长老啊，大胡子对彩绘奶，再尝一尝我的彩绘，来了，那都是矿物质研磨而成，永不褪色。今天蹲好，根本进不来。走，我摸头，还想摸头，赶紧走。至少是一个身位，好的，揪住大胡子。海尔，看到，再来啊！对方一下水中捞月，别轻看。呵呵，古树远远流长，哪是那么容易让你捞月？啊，三个下近身，完全失败。不来啊，主战一圈，再来啊，后手。啊，胜负手的话，主要还是在晋升的那一下，那这一把没有出现任何的胜负手，一直是在一批的掌控之内啊，完成了这一局。啊，大胡子也是比较的郁闷，白长那么帅，走，想不到被一个弄彩绘的给弄下去，走。啊，这两个人的体型也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。啊，大胡子走。啊，连续勇敢进不来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好，倒地，会。好，头上一左，完了，再见啊，漂亮。那只要一个胜负手啊，这是就能分出胜负。在胜负手出来之前，都是黎明前的黑暗。走，一绝，来，好，两下，起身，连续二，啊，转起来，压到旁边，啊，大胡子这边心有不甘，一身肌肉，难道要输给一只瘦巴拉鸡？啊，油炸，啊，非常的着急啊，大胡子，转起来，跳虎穴舞也没用。哇，吐来，你不吐来，谁吐来？好，刚才又是吐了，两种不同颜色的。所以说，小苏联非常的郁闷啊。和长老确实是攻不可破，攻而不破，坚而不摧。走，小孩。近身啊，身不手差一点，差一点捏到，反正只要捏到一次，基本就再见。油炸海尔，哇吐了，你不吐了，谁吐了？再来，一把把摇杆拍坏，哇，大胡子，心有不甘的表情。啊，虽然你勇往直前，但是该吐了还是吐了。啊，他的嘴张的血盆大口。好，看一下这局，啊，被神僧玩弄了，想摸
神圣的点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他都说了，他的彩绘有不愧是出来。走，啊，非常的着急，进不来，啊，又在喊，还要倒地，不仅进不来，还要倒地。哇，吐！好，再血，出不来了，直接放弃了。这个长老确实是太猛了，炙热的烧烤。嗨，今天多少？出不来，哇，又吐了。啊，最后一下，在绝望当中走完了这三局，小苏联确实很郁闷的结局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记得点波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老片学生，欢迎来到全程解说。接着大家送上的是绝望95的爽快局，还有一匹刺客对两匹亭亭玉立。看一下双方选择的角色，东丈对克拉克，东丈主要是打无限连。好的，双方都是来了一个空阵啊，你抓我，我也想抓你。但是东丈的话，他没有指令的，他只有爆裂拳收招。一二三四，哎，差一点。好，哎，哪里走兄弟，你要忙着去哪里，我话还没说完，我这一套还没打完你就要走。躲啊，后手，那攻上多项攻击打上段的话威胁不大，克拉克只要是偷下段啊，骗抓躲，再见，哦，漂亮，好，金身，哎，滑起来啊，两匹来了一个格林攻击，这不科学。哦，双方全部都是在假招啊，气满以后可以普通攻击不能出啊，不能出，他必须要带指令的，指令出完比如说收招以后可以带一个，啊，普通攻击是可以的，那我们叫指令干预。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要板边小CD压一个回身，小CD没有打中，再投啊，没去小CD，两匹的话不为所动啊，前前想跑抓啊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啊。Good， 来，好，跳 CD 直接捏头，多长攻击后手，一个半月斩，完了，好，两匹，完了，打晕。好，倒地，避免出招，一二三，好，连续取消，然后两匹是一个琢磨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必杀走起来，啊，很科学啊，看将军，将军打拉尔夫的话，也还行啊，也还行，五五开啊，五五开。好，一手刀起身，好，过顶，好，一个站立手刀，两匹也开始秀了啊，两匹也开始秀了，头皮又开始麻，两次血，再见，啊，可以的，亭亭玉立的话现在手法也是很精妙啊，看上去还行，喂喂喂，好，饼哥，饼哥出手就是有没有，小 C 两段啊，扣下盘卡得比较稳，好，再投一波举气，好的，雪滴子走起来，哪里走兄弟，前前没有抽手刀，并没有手刀，一个将军刀，小 C 前前没有抽血，完了，啊，饼哥擦头皮落地，两匹也没有什么好的招式来应对啊，又是 CD 打了弄，要抠，要抠，啊，完全不让你动啊，根本没有机会。小 C 还有机会，哎，逃开，再见。水都给你放好了，你不洗不科学。
啊，很帅啊这一把。看第二局啊，可以说这把一切尽在掌握，因为饼哥他对方没有气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，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。选将军吗？好，这把随机的话，三问随到了一个大门。那草地精罗伯特看一下两匹，有一点为刚才那一幕还在思考啊，还在思索。来，走，好，起身，乔比摸头，下盘打中一点，起身再折，折到死，还要折，第二，起身。然后反手抓，哎，这个三角跳很帅啊，我都没有看懂啊，刚才这个逻辑有点乱。好，弹板边出来，起身，好，再抓，一打个错位，好，引技引进去，对方直接 C 头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兄弟。上去多罗根，再来斯罗根，哎，这两匹有点秀啊，兄弟，一匹遇到对手了。啊，不秀不舒服，司机秀到头皮发麻，头皮发麻终不悔，我一笑的人憔悴。跳这里，天王盖地虎啊，跳这里弄到下 A 起飞，左上攻击后手打一个重合啊，这个强制转身的逆向很难防啊，很难防，你不知道他打哪边。好，火舞来，好，起手一个地雷阵，跳 B 啊，好远啊那个跳 B， 好，又是一个轻跳，熊掌破轻波，超瘦身，好，反身左闪攻击，切住反，没有切到啊，连蚂蚁都没切到，一个交汇，哦，刚才这个加招啊，加招打空，两匹不会，绝对不会这么洗净就路啊！一个跳 CD 带了复合操作，落地的话直接必杀了。啊，跳身后对方来个必杀，要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都没有出招啊，都知道对方的后手是出什么。反手跳 CD 过来，没有打中，前前。哇，最后一秒钟，保住了大门的。命根，走，好的，周银手，小跳，啊，小跳以后取消，然后还是要倒地，再捏，捏到死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没有打晕，哇，这个小跳过来，再见，啊，一个比赛终结。啊，刚才那个小跳补一拳啊，补一拳直接打晕，胜负手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点点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